节目中，李冰冰与吴尊担任嘉宾，进行到爆料环节时，吴尊问你的另一半最受不了你的三个缺点，李冰冰马上表示这可以说，男友觉得自己磨叽、啰嗦和我不洗头，让现场人都吓到笑出来。主持人杜海涛更直呼我不信，何炅却认问，你刚才说的是不洗头，是我们理解的不洗头发的不洗头吗？李冰冰回答，我常常不洗头。面对女嘉宾如此直率，一旁的吴昕回应，冰姐你不用这么实在。节目播出后，该桥段在网上引起不小讨论。李冰冰昔日分享该片段影片，并写道，不洗头咋了，都谈恋爱了还要洗啥头才能见啊，谁说的来着，能不洗头相见的是真爱。